次真的跟台湾的家人一起来旅游。Oh my god， 这个地方那时候跟 Crew 来，会想要回来的饭店，平均起来一间房间3000多，大家可以来这里，超级漂亮，乡土料理，好好吃哦，每个都不会累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B B， 最可爱的，最可爱的白痴，他是妈妈。嗨。我们这一次呢，就是要全家人一起去福冈自由行，4天3夜。所以我们现在在等要搭接驳车去飞机，超级多人。为什么台湾人那么喜欢去日本？日本赞。然后我听说3夜都要睡不一样的地方。没错，赞哦。因为他们是做餐厅的，所以他们有规划很多吃的。好吃的话，妈妈说她在168。对，但是现在日本我要16个小时吃，8个小时不吃。人家是相反。阿公，今年几岁？89。一起逆三四五六七八九。哈吉，80岁呢。那么老了。你看还那么硬。你什么时候比到老到老久？一个哥爱对起到老。我头几下用台啊。哇。阿公姐，我们去搭飞机。阿公，你走路好快哦！啊，你会用传相机哦？嘿啊，你行足紧的。他俩会走超快，他俩用跑的。我第二次来福冈，我今天的行李其实很小。哇，听到这个 biu biu 就知道是在日本了。这是我们今天的团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大家好，我是 Vivi。我们现在要等着那个接驳车去地铁站，然后他们说这是最快的方法，从机场去捷运站，然后票是270。好，我们到了车站，第一次自由行，感想什么样？什么第一次？是第一次带那么多老人。我们的团队这一次是第一次真的跟台湾的家人一起来旅游，很期待。阿公，叫引导的阿公。哎呦，你个对。Oh my god， 这个地方我有印象，是那时候跟 Crew 来，然后我们去楼上吃寿司，然后我们有在这一栋车站外面有街坊过吃芋头酥，都有一些回忆的。但是我现在其实对 Crew 已经 move on 了，所以就算去到一些一起去过的地方，还是觉得还好。我们现在呢，因为要赶2点的车，我们可能来不及坐下吃饭，所以呢，我们现在要外带食物。因为有一个阿公，他是吃素食，然后日本像很少素食店，然后我们就找到一间素食店，看起来东西很好吃呢。这间推荐给吃素食的朋友，因为感觉菜色都很不错。然后刚刚我们一路走过来，经过那种餐厅，看起来很好吃呢。日本真的厉害做美食。上火车了，他们很准时的。新干线是高铁吗？它的整个设计我觉得跟高铁很像，而且它为什么那么宽？对，这是商务舱，很漂亮，很干净，然后整个设计很高级，你不觉得吗？整个配色，我感觉我每次出国第一天都是这样，我很素，然后很狼狈。越南也是。我现在来试吃，刚刚我买的鳗鱼蛋饭卷，我们在日本的第一餐。好吃啊！它的饭感觉是有放柚子下去去包的，鳗鱼没有很多啊，所以吃起来就不会吃得不够满足。整体来说，五分满分可以给它，只能给它3.3，我觉得没有很饱，但是不会难吃，但是就分量刚刚好。那是熊本熊。好，我们已经到了熊本车站，然后我们的饭店就在车站隔壁。要每个人的护照。这里一晚要多少？3000出。3000出还好呢，环境很好。早餐是他有付吗？还是？没有，阿公他们有付，我在家。哦。是。你没有扣扣扣哦。我们来住一天而已啊。不好意思，不要吓我，我怕。期待了，我靠腰嘞。厕所，这是沐浴。嘿，大镜子。感觉很像嘉义的饭店，然后看看风景美不美。熊本的城市
还不错耶。好的，那我们差不多整理一下就再出门，因为我们要去熊本城，因为它4:30就关了。在出发前我要来刮刮乐。我们刚刚呢去那个 information center 去买了一栋一天熊本的票，500日元，我觉得还可以，不会太贵，反正就可以去这里的景点。今天是2023年8月28号，我想吃甜的东西哦，想吃甜的冰冰的东西。我们需要搭电车去那个熊本城，好可爱的电车。嗨，okay， 我们到了，我们现在在这里。这里呢，熊本城就是有点像大阪城的感觉，然后是这里的地标，感觉它里面应该会像大阪城一样，就里面看历史的东西吧。Thank you. OK， 你今天来当我的摄影师，你这几天应该是我的摄影师了。我今天的 OOTD 是大阪城哦，像不像？像不像大阪城？还是大家全部去后面好了，这里有。好好好，快点来来集合。好，阿公就来。有啊。好，来带大家看这个很大的熊本城的模型，可能就是以前的设计吧。我看到伊。你要看这个字不？字我看有这中文繁字我不会，有咯，都是的哈。嗯。哎，我看有，我跟你讲。嘿，这样。十五岁就写写字语啦，因为哈，那当阵哈装收音机，你们不晓得啦。哦，不晓得。公馆的要写字语啦。哦，是哦。要修理电视还是要啦。OK， 我们现在在熊本城的最高楼，这里就是看整个熊本的风景。我们现在在熊本城下面的一个小镇吗？这里是什么？小聚落。熊本熊，合照一下。这里就是吃很多很多小当铺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来吃小吃。我们来看看有什么好吃的。开灯哦，开灯。巧克力，巧克力吧。嗨，可以，我这个要先吃。买了一个抹茶冰5%，我觉得浅草的比较好吃，它茶味比较浓一点。来日本就是要吃爆抹茶。然后买了这个熊本熊的红豆，还可以。阿公，哎，抹茶冰好吃不？美味的对哇。我们现在要去吃居酒屋。有点清淡而已，很好吃，很脆。它外面的那个酥皮很酥，它炸粉不会太厚，蛮好吃的。拜拜。好，我们吃饱了，你觉得好吃吗？那一家？但是实际上日本人在下班以后在舒压的正统的日本的居酒屋。那你觉得5分满分，你给他几分？以你是一个厨师来说，其实蛮道地的，讲真的啦，应该他是有4.5。哇，蛮高的呢。阿公好吃不？好吃。那你会叫观众来他们来吃吗？哦，好啊，哎，台北的啊，美味，美味，美味的，好吃，好吃，好吃。讲你忝不？哎，未忝咩？哎，未。哇，足用的咧。哎，明天见，阿公，日本明天见，叫什么？阿兹达。阿兹达。阿西达。阿西达，拜拜，阿公拜拜。拜拜。嗨，大家好，早安。今天是在熊本的第二天，我们现在要准备 check out， 然后我们下去买早餐。好，我们这四个年轻人呢，没有吃饭店早餐，但是我还蛮好奇他们的早餐，等一下去问爸爸妈妈。这个饭店我们昨天的总结是会想要回来的饭店，因为平均起来一间房间3000多，然后他们的东西都非常的细心，包括线啊，你看他们有一个小的包包里面是装那种充电线的。我不知道是昨天我们太累了，可是我一躺就睡了，东西都很齐全，然后下面有泡汤，如果大家喜欢泡汤，然后装潢也很漂亮，很新。5分满分。我要先去买早餐，拜。那你们觉得今天你们的饭店早餐好吃吗？好吃啊，老板，你给他几分？而且应该有4颗星。4颗星哦，哇，那不错。那这饭店。我们今天的行程呢，就是要远离熊本。今天听说有2个大景点，要去阿叔跟那个高阿叔山，是妈妈指定的地点，因为她要拍完美照。我们下一个景点提问。
到了。你是来让我们来拍照的吧？所以你才会安排那个。我是来游泳的。我很想跟大家分享，我现在一直在试那个我的粉底。我今天擦的是 Bobbi Brown 的粉底液。刚擦的时候还蛮保湿的，然后现在看妆感，大家觉得怎么样？因为妈妈昨天去免税店买了一瓶 Bobbi Brown 的，我买了一瓶 Chanel 的，我自己觉得还不错哎，还蛮保湿的。好，我们现在要去划船了，耶、yeah, ，Let's go！ 好素、哦，我现在买了票，我们有先上网订。这边特别像泰鲁格，像泰鲁格吗？你觉得？是救生衣哦。阿公拜拜。好好的当王美好了，我完全没有办法帮忙，好漂亮。哎，看这里，嗨，不要动。快快，大家可以来这里，超级漂亮，九州很漂亮、哦，真的超漂亮。划船总长是，他是跟我们说30分钟，我们可能划了40分钟吧。坐中间人要划。我们现在划完船运动了，然后我们现在要去吃饭。OK， 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吃午餐的地方，我们来吃乡土料理。它这个入口有点小神秘。阿公，卡塞里嘞。哦，呵。好漂亮哦！我们今天的餐厅在森林里面。阿公嗨，耶！今天这里就是来吃炭烤料，它就是旁边下面会放沙，然后中间放炭火，然后东西就插在旁边这样烤着吃，乡土料理。可是这里就是眼睛很辣，就是那个烟会呛到你的眼睛，所以一直这样。会只流眼泪。我们点牛肉串套餐，它还有鱼啊，有其他豆腐啊，然后还有一些蔬菜等等。香香。牛肉串。就牛肉好吃，它牛肉很香，然后不会柴，然后它再配这个葱，因为你有抹那个柚子酱，还有一点点，可是没有很重柚子味，它肉质很好，酱烧味很浓，哇哦，好好吃。嗯，好像是酱，酱很重要。嗯，酱很重要。好像是味噌酱啊，还有另外刚才有一个是三椒，三椒吗？还三椒，很好吃啊。感觉这一餐没有什么热量，没有热量，但是很热。芋头，芋头好吃嘞，外面脆脆，里面软软的，好的。来吃他们的山栗鱼，山女鱼。好新鲜啊，也好吃哎！这样子烤，我觉得就是原汁原味的那个鱼，它的皮烤肉很酥。一定是我很会做。对，谢谢师傅。粉红佩佩猪，大家好，我是冰冰。叫什么？因为我穿紫色哎。他说我是芋头奶冻卷。芋头馒头。芋头馒头，有色素的那种台湾特有。馒头。把纸躲开了。你要拍你自己的吧。我粉红奶团，好吃吗？你觉得这里好吃？那五分满分，你给他几分？玩乐性质居多，三四分吧。它的酱不错了，因为酱是它东西都要沾啊，不然会没有味道。对，东西都要沾，因为它都是原汁原味。那我们先去下个景，下个景点去哪里？炭火山。阿苏火山。好，拜。我买了一个matcha latte bar。看起来是很厉害，今天是我第二个冰。妈，你要先吃吗？三句好吃，很抹哈，来试试看。来，它茶味很香，感觉就是那个星巴克抹茶拿铁做成冰棒，可以买。喜欢吃抹茶的。阿苏山呢，它是整个一个山脉，它有五座山连在一起的。一会儿我们要去的是草千里，
再往上走呢，就是它的中越，中越就是火山口的地方。不是那个是烟吗？没错，这边黑的都是烟。它有的时候浓，有的时候不是特别浓。对，有心脏病、哮喘的人不能上去，上面那个浓烟的浓度比较大的会产生疾病的。马上我们就要入火山口喽。我从这里下去，超可爱的。这个。那个硫磺味很重。你有去过龟山岛吗？有啊。可是我们没有在下，我没有下去啊。那个啦，阳明山硫磺味很重，这里很像阳明山，不觉得吗？刚刚那个师傅说，这个就是避难的。这里就是火山口了，这里在冒烟的雨。阿苏山。阿苏山，阿公，耶，阿妮，阿妮，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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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耶。大风，我不确定你们听不听到。反正呢，如果大家如果也跟我一样，最近在试粉底液的话，我现在擦的是 Bobbi Brown 冬虫草精华，应该是。然后我觉得目前还不错，就是不会脱妆脱得太那个。好，我们现在呢来到草千什么？草千里。草千里就是在刚刚那个火山口下来，那边有马。可是因为我们现在时间的关系，我们晚餐要自己在民宿。赶去超市采买，然后这里的超市好像是比较早关，所以变成我们现在就要赶一下行程。那我们应该就直接去超市采买，然后就回民宿煮饭。可爱的小山丘，米叫米种，米种斯卡。12分钟而已 ，Go！因为超市7点关。一块钱。好的，13分钟，暂停，蛮多的、啊，想大概几秒钟就决定要。对，要不要都没有考虑。我们现在去饭店 check in。Let's go。好，我们订了一间 Airbnb， 这个是很非常日风，我们就包栋，然后有4间房，还有厨房的那一种，来带大家 house tour 一下。阿公那边介绍不？免介绍啦。来，阿公，这是阿公的房间。阿公困家，欢喜不家？好啊，好啊，欢喜啊。OK， 然后这里就是榻榻米式的，好传统哦。好，这里就解释一下，本色。阿公，阿泡温泉不？天，无泡温泉，无温泉池。很烧呢，很热，很温呢。啊，这温泉街，应该是温泉街。教育厅。这个是厨师待的地方，厕所。那我们准备开箱，他们已经开始挤了。这是一间房，就这个，这里是4间房。噔噔。就安呢，简单，然后整间房子就有那种很有木质调的味道。这是那个味噌火锅。当地产的一些蔬菜搭配，好，然后这个是这个是和牛炒大葱，还有洋葱、菠菜、明太子烘蛋，这是香煎鱼味和牛秋葵烘蛋，还有和牛。跟厨师家族出游就不用担心，我就是耍废。没错，我在耍废。没有，你有贡献，你有切葱，我在装忙嘛。干杯！干杯！哦，好喝呢，明天见。大家早安，今天真的很狼狈，完全看不到我的样子。啊，我们现在呢啊，所以呢，这个就是精明湖，这里的一些个地标，漂亮。但是我现在呢，我们也没有时间去欣赏它。我们已经把行李放好了，然后我们现在要来排队，因为他们说要来吃这里的道地美食，叫什么吹鸭本哦，说吹鸭本。我们今天不是当地人行程，我们是有观光客行程，全部是台湾人，后面都是台湾人。不能拿牛肉，牛肉看起来很好吃哎。哇，牛肉好吃，它外面边边有
淡淡的炭香味，完全不会产生它烤的，中间还是还有，并且红红就没有烤到非常熟，肉质很好，来吃它的那个鸡肉，鸡肉就有一点点的柴，感觉它这里就是炭烤吧，肉都是用炭烤去下去烤的，他们这里就很基本三种，鳗鱼、鸡肉。牛肉，我反而觉得那个鳗鱼有点过炭，它这个光闻炭香味很重，从炭里面生出来的。对，我慢慢换你给他解释。四点八，蛮好吃的。很难怪那么多台湾人来吃，这里可以来吃。看，现在就是带大家来看看汤布院的街道。对，然后呢，我今天是用 Chanel 的粉底液，大家觉得跟昨天有什么不一样吗？这个粉底液比较雾一点，它带一点雾感。我自己本身比较喜欢 Chanel 这一支，昨天那个就比较透肤一点，这个感觉就是遮瑕力比昨天的好一点。哦，是的，是的。OK， 大家我在蜜品这里看到这个，我想到我的室友 Jax， 我可能要买这个，然后刻他的名字上去。对。吃了两个 Jax 翻译日文字，希望他喜欢。大家，这里有一点可爱的小店，而且这里的算是这种，这里可爱，那个吗？很可爱啊，那个魔女宅急便啦，好可爱哦，好可爱，是猫的店，真的是全部宫崎骏，对，全部宫崎骏的商店。也难，为什么是宫崎骏的商店呢？我喜欢这个。我要去狗的店。蜂蜜牛奶冰。好，来吃一口。你很喜欢，奶味超重。好，我们要去集合了。漂亮，等一下，我们现在到了豆田吗？过了这个桥就是了。啊，这里是看什么的？这一个小街，很热来着。不用拿啊！不用拿的。OK， 我们现在到下一个景点叫豆田。然后这个地方呢，四年前跟库来过，非常记得。对，有一点小小的回忆，还好啦。我其实现在对跟他的一些去过的地方啊、做过的事啊、吃过的餐厅啊，没有太大的感触啦，其实就是很平静。OK， 我们现在呢来到太宰府。太宰府妈妈说是拜考试的，就是学生们会来这里拜，考试顺利。今天一定要来一颗抹茶，来吧，这个我买。不用啊，我都没出钱呢，我换了10000块，我都没用。没关系，我来请大家吃这个。阿公好吃不好吃？阿公好吃，抹茶好吃。阿公好吃，抹茶很好吃，很抹茶。我吃4度，超浓，抹茶味很香，跟前朝那个有的比。装修收音机，修电视。我们现在因为下超大雨，然后我的相机不能露出来，要藏在里面。所以呢，太宰府我看情况，如果允许我就拿手机拍，如果没有的话就没有画面咯，因为下大雨。人生考验顺利，我应该发啦。我们到了太宰府。好，我们现在，我们现在呢刚去饭店 check in， 因为饭店就觉得还好，所以我就没有拍。然后我们现在在市区，我们现在要先带他们老人家来吃一兰拉面。我们先帮他们点餐。你们觉得一兰拉面好吃吗？还可以，不错。对，他觉得我选的味道很刚好。对，那你们五分满分，你们给他几分？应该有4.6吧。哇，很高呢！骂你呢？我大约有4颗星。第一次吃的一兰，对，这至少4.7。真的，真的，很高哎。
啊，现在呢，我们要去吃居酒屋。然后我跟大家说，我已经3天没有大便了。你可以教大家一些大便的方法。可以啊，我很多方法啊。跟你讲，大家出国一定要便秘。我觉得尤其是女生，真的。然后我忘记带我那个大便茶酵素，所以我们刚刚去买了一罐那个悄悄的优酪乳，那边就是很大个两个字便秘通之类的。如果我用，分享给大家。那代表着。我们到了这间居酒屋。我们刚刚来的时候，前面滴滴他开门问，然后说已经没有关了。结果妈妈去问就可以了，因为妈妈会讲日文。所以如果你们要来这一间的话，就是最好有一个会讲日文的。这个是蟹肉，可乐饼吧？几块？来评价一下大师傅。好吃，比芋头好吃。外表给它4.5分，我知道美乃滋的味道而已。我觉得它就是美乃滋加通心粉加白酱，对，其实对，就这样，然后拿去炸。明太子茶泡饭，紫薯也很重哎，有点辣辣。它汤是不是用那种炫米的味道？有点复杂的口味，可是是好吃的。哦，有料哦，非常期待这个明太子一直杀哦，赞哦赞哦。他们的明太子都比较都会辣，带辣哈，最好吃。可能我爱吃蛋，目前第一名，一直烧。目前为止都蛮好吃的。好，好朦胧哦，朦胧美。好，你觉得好吃吗？这一间，不错，5分满分，我可以给他4点，超过4.5分，每个都不会累。师傅说比他预想中的好吃。你第一名是什么？炸章鱼。我第一名是玉子烧。第二名是好像也是炸章鱼，然后第三名可能是那个海胆炒饭，我觉得海胆炒饭蛮好吃，可以，大家可以来吃这间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现在就回去饭店休息。我们完全没有景点，因为我们是自由行，可能需要在咖啡厅工作。反正一天天。好的，大家，我刚刚去星巴克工作，现在呢有2个小时，我们就要出发去机场。然后我还有黑土的礼物还没买，所以我现在要去找黑土的礼物。我买了这个日本的小众香精品牌给黑土，觉得这种比较适合他。到台湾还没有结尾呢，我们来结尾一下好了。妈，你觉得怎么样？福冈旅好玩？怎样？跟我出去玩好玩吗？好玩。刚刚我们出来就是会吃很好吃的东西，因为他们做餐厅，他们就会去做很多餐厅的功课，所以希望大家如果有兴趣就可以跟我们的行程去走。我们认识那么久，8年有吗？我们认识从他们高中到现在我毕业，然后第一次一起出国玩，然后是家庭旅。希望下次要去哪里嘞？去日本、法国、KK园区。好，那我们这影片应该就到这里，拜拜，阿公拜拜，阿公拜拜，改一公拜拜，拜拜，おやすみなさい。